一半。问题。八关斋戒啊，就是出家人戒律，也就是佛陀的清净还恨。佛在因地的时候，就是受持清净还恨的戒律，所以佛才会成佛。所以戒为无上菩提本。在家人三皈五戒十善法戒，他主人给你保证在轮天路上轮天的果报，不能了断生死，因为他还没有烦恼达到清净还恨的阶段。那你要走向解脱之道，所以你要有受持最少有八关斋戒的基持，所以要走向脱之道，走向了脱生死之道，走向成佛之道。在家居士虽然没有办法像出家人这样那就是要来受持八关斋戒法。八关斋戒法就是引导在家人走向成佛之道，一条成佛的大道。所以就是佛陀很慈悲的给家人开一条很殊胜的法，就是八关斋戒法。所以在泰国他们受八关斋戒他们在有几个寺庙叫法生寺这个泰国的法生寺是曼谷首都的寺庙，他们有达到受八关斋戒十万人的在家居士去受一两千的出家人给他们受，他们有做这样的记录所以在泰国八关斋戒是非常殊胜的所以我们知道八关斋戒对一个在家学佛要走向成佛之道一条光明大道就是八关斋戒法。我们今天能受这个戒就证明大家跟佛陀有相当殊胜因缘将来大家有很大的责任就是何当如来的家业将来护起为三宝为佛教弘法利生的重任，希望大家要好好受持八关斋戒。受持八关斋戒前要有忏悔，轮回圣贤孰能无过，诸过能改善恶大冤。好好观想我们过去有伤害人的，我们希望透过忏悔力量能将我们伤害人的能把弥补起来，变成清净解脱，希望被我们伤害人能得到三宝加倍，得到离苦得乐也希望他们能原谅我们的过错，原谅我们的过错，希望好好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一之所生，从生以一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因为佛前求忏悔，大家听，忏悔得安乐，
真诚忏悔得安乐。往昔所造诸恶业，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理意之所生，从生理意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一切罪障皆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从生以意之所生，一切罪根皆忏悔，一切罪根皆忏悔。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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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皈念一切佛，皈念一切佛，皈念一切佛菩萨众，皈念一切佛。受受于我，受受于我，观想啊，三宝受受于大家。我今皈念圣菩提，我今皈念圣菩提，最上清净佛法众，最上清净佛法众。我发广大菩提心，我发广大菩提心，助贪欲结成就，助贪欲结成就，忏除一切不善业，忏除一切不善业，随喜无边众福业，随喜无边众福业。啊，这个要给大家讲一下，有一些人他说要受圆满。啊，大家给大家注意一下啊，我们明天就是到中午结事啊，所以你家的在寿明天一天啊，希望你住在这里啊，就是最如法的啊。他家的寿你没有办法啊，那个圆满，在这里住你没有办法在这里再住。那回去要注意啊，有先生有太太啊，就是要啊婚房啊婚房睡觉啊，有办法做到你才受，只要回去做不到，那你就还是啊受今天一天就好啊，所以就要给大家先声明一下啊，你们做了很清净，那你就受两天啊。比方说做不来啊，那不要紧，下一次啊，有一年还是以后我们吃面是有再办，你再来受啊，不要一定要圆满啊，你已经参加佛七能圆满就不错啊，这样啊不要太勉强，这一次慢慢进步，慢慢进步啊，所以给大家先声明一下啊，真的有办法做到你就。先当不死恶路中啊，今天的人啊，受一天的人是先当不死一路中念一天，先给大家声明。先当不死一路中，先当不死一路中，后修八种长阳法，后修八种长阳法。念两路中的人，明天也要自己要啊，好好持八关斋戒啊，到后天的才圆满，后天的，今天的
轮到明天就圆满，明天圆满。我弟子摩甲，我弟子摩甲，没有嘛哈，你是用你的名字啊。唯愿上体下会阿舍离，唯愿上体下会阿舍离，就是要知道我本人体会我是给你受戒啊，受受于我，受受于我，我从今时，我从今时发起清净信心，发起清净信心，乃至作菩提场，成等正觉，成等正觉，是归依佛，是归依佛，二执圣真，二执圣真，是归依法，是归依法，彼亦圣真，彼亦圣真，是归依身，是归依身，调伏圣真，调伏圣真，如是三宝，如是三宝，是所归器，是所归器。观想十方诸佛世界妙善八观的震动，为什么震动？因为你发起清净心，要来着受八观在界嘛，所以感动界嘛震动。我弟子摩甲，我弟子摩甲，唯愿上体下会阿舍离，唯愿上体下会阿舍离，受受于我。我从今时，我从今时发起清净信心，发起清净信心，乃至作菩提场，乃至作菩提场，成等正觉，成等正觉，是归佛，是归佛，二执圣真，二执圣真，是归法，是归法，彼亦圣真，彼亦圣真，是归僧。了无圣真，了无圣真，如是三宝，如是三宝，四所归器，四所归器。观想八观在界，在你的头顶啊，结成一个五彩色的宝盖，盖置在你的头顶啊。你观想你的头顶有个八观在界的宝盖，盖置在你的头顶。我弟子摩甲，我弟子摩甲，唯愿上体下会阿舍离，唯愿上体下会阿舍离，受受于我，受受于我，我从今时，我从今时发起清净信心，发起清净信心，乃至作菩提场，乃至作菩提场，成等正觉，成等正觉，是归佛，是归佛，二执圣真，二执圣真，是归法，是归法，彼亦圣真，彼亦圣真，是归僧，是归僧，调伏圣真，调伏圣真，如是三宝，如是三宝，四所归器，四所归器。观想妙善八观在界网已经在你的头顶如甘露灌顶，由上而下流入你的身心，使你的身心充满，整个身心都是八观在界网。在观想八观在界网在我身心当中永远永远做修行成佛的种子，乃至毕竟一切的修行成佛，这个叫戒为无上菩提本。我们纳受诸佛的清净戒法，为我们修行的根本，所以我们大家最后会圆满成佛。这个戒体啊，一德永德啊，啊八条戒律就是今天受啊一天的人，明天是几次啊，两天的人后天几次啊。我弟子摩甲。你现在念个人的身份，出家人清净沙弥，你还是清净比丘，清净比丘你自己念好。再来南众，在家南众，净心又佛舍女众，净心又佛尼。我们现在念身份，净心又佛舍女众。
我愿上体下会二十里，这是我本人一直不练，我从今日今时，发起清净心，乃至各是夜分，起明旦入住初时，以及中间奉持八戒，所以一不杀生，二不脱道，二不脱道，三不淫逸，三不淫逸，四不妄语，四不妄语，五不饮酒，五不饮酒，六不非食食，六不非食食，七不香花瓣庄严其身，七不香花瓣庄严其身，一不歌舞唱机，一不歌舞唱机。八不作恶高广大床，八不作恶高广大床，我今舍离如是等事，我今舍离如是等事，虽然不舍清净境界，虽然不舍清净境界，八种功德，八种功德，放下去啊，观想我是什么人，我某某人，彼是我是体位，里面是里面，我是什么？我某某人在佛法圣三宝面前求三宝给我证明，证明什么事情？我现在要对十法界皆有情，十法界是佛的四圣法界，还有六万法界，佛情就是十法界皆有情，以及会有情，会有情就没有灵性的这些山河大地草木啊，这些没有灵性的啊，这些草木还有建筑物。啊，这些啊，会有情没有灵性的东西，对我们现在对有情会有情，我们发一个广大菩提心念，愿断一切恶念，愿断一切恶。我弟子摩迦，我弟子摩迦，以下念个人的身份，见信优婆塞。我愿上体下会二十里，我愿上体下会二十里，受受一受一时不念，一时不念，我从今日今时，我从今日今时，发起清净心，发起清净心，乃至各自夜分，乃至各自夜分，起明旦入住初时，起明旦入住初时，以及中间奉持八戒，以及中间奉持八戒，所以一不杀生，所以一不杀生，二不脱道，二不脱道，三不淫逸，三不淫逸，四不妄语，四不妄语，五不饮酒，五不饮酒。六不非食食，六不非食食，七不香花瓣庄严其身，七不香花瓣庄严其身，一不歌舞唱机，一不歌舞唱机，八不作恶高广大床，八不作恶高广大床，我今舍离如是等事，我今舍离如是等事，虽然不舍清净境界，虽然不舍清净境界。八种功德，八种功德。观想我是什么人，我在佛法圣三宝面前求三宝给我证明，证明什么事情？我现在对十法界皆有情，以及未有情，外国广大菩提心念，愿修一切善念，愿修一切善念。我弟子摩迦。以下列个人身份，见信优婆塞。见信优婆塞。我愿上体下会二十里。我愿上体下会二十里。一时不念。一时不念。我从今日今时。我从今日今时。发起清净心。发起清净心。乃至各自夜分。乃。
还是我十月份？己寅旦日出初十。己寅旦日出初十。乙己中间奉十八戒。乙己中间奉十八戒。所以一不杀生。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二不偷盗。三不淫逸。事不妄语，五不饮酒，六不非食食，七不相慢慢壮于其身，一不够唱机，八不周高广大床，我今舍你如是等事。四不舍清净境界，八种功德。八种功德。观想我是什么人？我在佛瓦众三宝面前求三宝给我证明，证明说是谁？我现在对十瓦戒解有情，以及为了请外国广大菩提心念，愿度一切众生。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度一切众生，就是我们今天持戒的目的。我们持八关斋戒，要达到止恶行善、度众生、修五又修慧，修到无畏圆满成果。我们来回向啊！我们今天受完八关斋戒啊，就是八角戒圆满是八点半。八点半，所以我们明天只要到五瓦是满二十四小时啊，只要说方便就是太阳出来就好，只要五瓦是应该要满二十四小时，所以我们戒律是坚持二十四小时最圆满，你要方便就是到天亮，最好是二十四小时比较圆满。所以吃饭就是天亮又有天亮就可以。我们现在来回向，我此八关斋戒行，我此八关斋戒行，庄严其心，庄严其心，念心喜悦，念心喜悦，广修一切相胜行，广修一切相胜行，愿我临命终时，意知十字，意知十字，身无病苦，身无病苦，心不贪恋，心不贪恋，意不颠倒，意不颠倒，如入禅定，如入禅定，佛己慎重，佛己慎重，手持金牌，手持金牌，来引接我，来引接我，一念轻。生西方极乐国，生西方极乐国，在七宝莲池中，在七宝莲池中，莲花化身，莲花化身，花开见阿弥陀佛，花开见阿弥陀佛，蒙阿弥陀佛有说法，蒙阿弥陀佛有说法，顿开我的智慧，顿开我的智慧，正无生华轮。受佛陀的菩提记，往十方世界，往十方世界，弘法利生，弘法利生，普度众生，普度众生，修五又修慧，修五又修慧，求成佛果，求成佛果，究竟圆满成就。殿下是要很有成就感。我发万最上心，我发万最上心，为诸众生不请有，为诸众生不请有，甚不令善所行，甚不令善所行，成佛世间广利益，成佛世间广利益，念我称之善业故，念我此事不久成正觉，此事不久成正觉，说法饶以世间，说法饶以世间，解脱众生三
自诚顶礼，体系和善，和谐和善三拜，一拜。祝大家请示党国期念佛十八关这一年，起事不久，大家会成佛。会成。啊，大家看后面的啊，过之后看后面的。念一下啊，大家比较有印象，有印象。过之后啊，过之后缓缓善念一下。过之后，缓缓善念一切有余，红桃开头，冰桃含水，米桃开头，蜂蜜香桃甜水，清水果汁均可饮用。但到这里，啊，这给大家声明一下，这一条是，就是跟第六条不非实实的开言，所以啊，这些问题啊，就是啊，第六条这个不非实实的开言，为什么会开言？因为你身体不舒服，你身体有病啊，开言。假如说。你身体很好，你身体很健康，什么都不开眼啊、哦！我们只有好好啊、哦、喝白开水啊、哦。我讲过了啊、哦，那个台湾那个普现长老，他在巴西阿根廷啊，好多啊中南美洲啊，在那里弘法，他常常办断食的修行。常常也是，他是很注重打坐，啊、哦，所以他常常办断食打坐啦，啊，他自己讲经啦，啊，所以啊、哦，这个效果非常好，他不能讲，啊，所以啊、哦，儒家都有办了断食，何况我们还要喝什么什么，啊，大家不要也说你吃药啦，啊，喝糖水啦。啊，就认为就不错啊，这个是你自己的妄想不错啊。那假如说呢，它是有更方法的啊，治疗我们身体啊，来对治我们的贪嗔痴啊，就是什么都不吃啊，来体验。我这一次，我去年跟那个普贤长老也是到大陆的吉林省永善市，我们打一个啊。十四天的佛期，然后我们有一天呢、啊、做八关斋，这里嘛，啊，天天做了，那个有一天就做断食嘛，哦，大家断得非常高兴。你们今天也可以自己中午啊，我就不吃，我来断食看看，啊，明天就吃，没有事情。哦，这个断食要会啊，不要大家不要有些人哦，听说断食非常好就乱断。我是很反对这种想法。我们要、啊、做任何事情，要透过理智，透过观念，啊，不能随随便哦、啊，听人家说好就去做啊。要你要体验这个断食嘛，要自己啊一天啊不错了，那再第二天啊，再两天，那常常去累积那种经验啊。有一些断食法，他猛吃啊，老法师有跟我讲过，有一些人猛吃啊，有时候会吃坏肚子，啊，有时候还吃死人啊，这个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老法师见面很丰富啊，我是比较不丰富啊，因为我因为我一个人面对那么多人，我比较不敢啊，因为他自己有很多经验啊。所以他就去做，啊，做得很好。以后我们有一年，我请他来这里做看看，啊，这要看你们的，看你们，而且要看我们的常住法师的大愿力，嗯，
看他能不能请到这个长老来啊。他讲五种语言啊，西班牙文啊、日本文啊、英文啊，啊，这个我知道他跟我讲都有五种语言，所以以后能请他来是最好的。他去年又到德国罗马，他跟我讲说很成功，都到那个德国的那个大学去布教，他就用英文罗马，所以人家西方国家都是很方便的。你有好的东西，赶快进来讲给我听，就是这么简单。有一些国家他，你不要来啊，你不要来，他自己的把自己的那个头脑就捆死了。你没发现你那有好的东西都不吸收，那你不是把自己脑袋都捆死了，那你永远不进步啊。人家西方国家看这佛教那么好的智慧，那样好的东西都开放给出家人去弘法，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我们出家人这博士呢，我知道有我的很多同参呢都是博士级，人家到世纪红法，但是有一些你看他是封闭封建制度，封建制度也有好事有坏事，就是你头脑不会进步啊，很简单啊。所以我认为像善财童子，你看他就是到处去参神，你看他最后你看 一生成就，这个善财童子也是一生成就，你自己看看那善财童子，他就到处去学习那人家的好处了，所以他也是这样。我们都不敢去面对去学习，那你永远就是停止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到美国去留学，到国际留学，到英国去学去留学？因为有他的道理，我们要学习人家好处嘛，对不对？我们才留学，不是去那里看观光的人，看观光的。看完有什么好事啊？要会啦！我有看一本书啊，也是台湾人写的，写的这么厚。他到印度去采访，去朝圣，他是利用朝圣把印度的文化写了这么一大堆的东西出来。你看他都用功，他不是到印度去观光，第二次去观光，他哪里有办法写这么大的一个很有智慧的书籍？这个都是要我们要广学多闻，面向你就不一样了，你就得到很多好处。我们现在就是一直闭闻啊，走不出去，所以你看不到外面的那些好处。你走出去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不对？你就一直在局限自己的小毛孔。哎呀，我就感冒不错啊，我很自在啊。对啊，我不是说你不自在啊，但是有一些该写的东西你就不去写了，你永远停止在那里，那小圈子这样，你就不会进步。所以我认为啊，活到老学到老，面向活到老学到老，对大家有相当好处的，对不对？啊。好处是你的，也不是我啊，我只是把我的想法讲给你们听啊。你们要认为不做，你们就去做看看，对你们有好处。你们认为说，哎呀，这个讲的啊，我听不进去，那你就放下吧，把我的话放下啊，用你的思想。再看后面，大家念一下啊，硕子八关在这里，除无明罪。受持八关斋戒，除五逆罪，其他诸罪悉皆消灭。受持八关斋戒，增修定慧，得证是佛罗汉。受持八关斋戒，念佛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得众民众生，乃至上品上身。受持八关。所以我常常一直讲说，你看到这么好的东西啊，你不去碰一下，不去来受一下，
你自己看，就等于说哦，我们厨房摆了很多的好菜，你只是看了很好很好，叫你拿筷子吃你就不吃了，那不是很可惜吗？今天我们有这样很大的福报，那么好的八关斋戒碗，你不来受一受，那不是等于那些遇到很好的那些午餐你不吃，那不是很可惜吗？佛法的好就在这里，我们今天遇到这么好的法啊，也是你们的福报，真的。你今天遇到这么啊是啊这纽西兰这么好的环境，也是你的福报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福报，但是你要还有比纽西兰更好的环境还是有的。你不要以为就哎呀，我在这里就很好了，安乐啊。但是还有比纽西兰更好环境，你就没有打开这眼睛，就好像闭着眼睛这样。哎呀，我这个环境就很好，我不喜欢这里的环境，那不是很好笑的事情吗？也有更好的境界，你都没有看到。你看看华严经，所以你在那富贵的华严，你一打开那个华严经来，才知道我们的心念就是众生。我们自己一直在闭门，一直在闭门，闭的门啊！你看，有时候我看到自己很好笑，真的太好笑了。我们自己以前的，真的就是那种小孩子想，你一看那华严境界，你看，真的，哎呀，那种我们还很多那种世圣的那种环境，啊，那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啊，那都是在华严经我们会看到了解一下。这是只有华严经描述也是一点点啊，那还有不可看得到的那种境界太多啊，有一些经典，所以希望要大家了解这一点。我们今天我们能遇到这样好的八关斋戒碗，希望大家有因缘啊，在六斋路啊，是不管你是六斋路啦，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最方便的就是啊，周休比较有时间。我们利用我常常叫那大陆啊那些莲友，我说哦，现在你们最方便就是周休日。我们利用周休日把它蹭一天嘛，啊，两天蹭一天，好好持个八关斋戒，你看这个境界好不好？你自己想想看，你有那样有这么样好的东